从现在起到2030年，数以亿计的工人将因自动化失去工作岗位，他们仍将有机会找到有报酬的工作，但前提是那些受影响最大的国家的政府开始展开大规模再培训和基建投资。这个说法来自对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的最详尽研究之一。综合媒体报道，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MGI 的这份报告呼应了经济学界日益流行的一个观点，即未来的机器人时代人类并非全无希望，但要适应这个时代，人类可能需要采取如二战后马歇尔计划 Marshall Plan 和退伍军人法 GI Bill 那样的努力。专业服务公司麦肯锡 McKinsey 旗下的这家研究机构今年早些时候曾警告称，工人们从事的约一半的工作已经可以利用今天的技术实现自动化了，可能完全交由机器处理的工作不多，但如果剩下的工作任务在更少的工人中重新分配的话，仍会产生普遍的失业。但在近日发布的阐述自动化可能对现实世界造成的影响的新研究报告中， MGI 指出，经济增长、新技术快速投入应用以及新型工作有可能会产生更大的正面影响。该报告预测，劳动力领域的巨变将堪比工业革命时期，当时大量农业人口涌入城市。不过，在数以亿计的工人的职业生涯中，其对他们进行再培训将是一项更大的挑战。此外，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受影响最大的国家将需要向基础设施和建筑领域注入大量资金以应对冲击。那些咨询顾问们估计，如今的 15% 的工作时间到2030年将实现自动化，从而淘汰4亿个工作岗位。如果企业应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速度比预期更快，工作岗位被淘汰的速度或将翻倍。在工人薪酬最高、技术应用最快的发达国家，将有1/3或更多的就业岗位消失。